然后口红一定要用，然后就出门。你大概花多少时？七分钟吧。接小孩就要赶着去课外，对对对，但是他们同学每个妈妈其实都蛮厉害的，都很漂亮。所以你是每天戴的？每天戴，还好，重要场合一定会戴，是因为小朋友还小，其实我这一两年真的比较少戴表，因为我戴就要抱他们就会卡住，对。但是以前都会把它当造型，现在越来越少了，对，东西越来越少，对。一切都是我，这也是牺牲，刚刚讲牺牲，也是牺牲。